兄弟们又来喂鱼了啊，现在是晚上10点多，玉米啊一整包搞完下去，明天早上过来钓，打个隔夜窝。一大包搞完下去了，明天早上过来看一下能不能钓到大鲤鱼。撤退。这个是什么？打个窝发现了，又感觉像辣条，它又不是辣条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呀、啊、兄弟们早上好啊，赶紧挂两个玉米下去再说，其他的我都不想说。5分钟之内上鱼，要是5分钟之内不上鱼，证明我窝子没有鱼啊。但是我看到有气泡，有鱼腥，应该窝子里面是有鱼的。3.6米的杆子，2+2号的线组啊，8号的140，昨天窝子打得比较近，是打到那个小草坪那里，然后3.6米的就刚刚好。希望的第一杆啊，挂底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居然挂底了，一个大黑标哎，难受了吧？怎么会挂底嘞？这下把鱼吓到。补一点窝子回去，要用单钩才行啊，双钩有点挂底，再挂一下就 hold 不住了。刚刚那口大黑漂，哎，一打挂了，不知道鱼吓跑了没有。中了，脱钩了，鱼还在，但是这次它更加就跑了，更加就不敢在这里了，抽到它又脱了，有点出师不利啊。接着来，没打到黑漂，我都不知道下面是什么鱼，感觉都不太像鲤鱼。要是鲤鱼的话，怎么会没打到了呢？不会全是螺飞吧？上饵料来钓吧，我顶它不住了，什么口都打不到，鱼口是很多的，就是一口都没打到鱼。直接用拉饵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下面。好家伙，下去就一条全钉，不会都是这个玩意在下面吧？我0.8号的新关东不小了吧，也算开张，先下个鱼户。臭螺飞，刚刚别人又拉他们的小船过来钓鱼了，他是准备从我这里下去的，结果看到我在这里钓鱼，然后他就去上面钓鱼去了。金岩能双杆旗下，他又来了，小夫仔，不会又是青蛙夫吧？我
没出水，没看到是个沙，就差一眼就能看到它是沙了。秦大夫，全都是这个玩意在里面啊，掉下来都是它。可能今天早上用玉米钓的时候打不到，应该也是它了，不用怀疑。秦大夫啊，干干都是它。好了好了，收了，不掉了。现在太阳晒到这里，那个漂根本就站不住了，那个小鱼抬着走了，一蹦一上一蹦一上的，钓不了了。这里也玩不了了啊，别人刚刚来电了，还有刚刚下面又有一个人去放网，你说了有鱼都给他们搞完了，浪费了我一包玉米，全都是秦大夫在下面。真的，这个玩意他想跑哎，谁给你机会跑的，差点就给他下去了啊！还有最后一节楼梯他就下到水了，我都没发现。今天没什么鱼货啊，就这几个玩意了。我就问一句，还有没有兄弟记得我钓了多少条秦大夫啊？以我这里的数目来算，250打底，肯定有250以上了。